喂喂喂，干嘛？你这做什么？西瓜汁啊。你就用咱这个？我不说这个打你用的吗？我在上网查了查，这玩意是给我东西用的。给我东西用的？怎么样？尝一口。妈妈，这打的哪个是辣的？哇，我再给你提个建议啊，放冰箱会更好，加点冰块。在冰箱呢，那冰块不在冰箱，它还能在哪？那可是冰块还是水？你随便啊，你吃还是我吃？两个都有。啊，你看这个是个柠檬的，青柠应该说青柠。咦，我吃啊？怎么了？哦，用这个。就看你做什么。雪糕刺客。哦，你挺聪明的，小孩子。这就是夏天吃的冷饮，一杯果汁，果冻也可以。哦，白凉粉也行。对，现在又捣碎加白凉粉做，是不是成了西瓜冻冻了呀？对。嗯，夏天可以这样吃，谢谢啊。哎哎，谢谢。哎，给我抢的。你给我递过来。小气。待会你自己坐下。你让我尝一口。拿呀，让我尝一口。这个哪个是辣的，哪个是？你让我尝一口，我告诉你。看我们程序对我小气不小气？哪个是辣的，哪个不辣？告诉我呀。我想吃。它那个糖醋的，是不辣的。我都吃完了，你又开始吃了啊？就是那三个辣。你以为呢？你这是在奶吗？哇，这个加点冰挺好吃的。这个是那个鸡脯啊，尝尝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辣不辣？是糖醋的吧？对。酸甜口的。好吃又美味。我们青青有个毛病，就是有的时候啊，他不吃；没有的时候他想吃。不辣的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啊。我也是刚发现。那俩是也有一个稍微辣一点，有一个就是就是辣那个稍横点，但不是特别辣的，这俩都不是特别辣。看这个是不是叽溜特别爽。嗯，你看看，就看你这个骨头看能吸干净吧。嗯，好不好吃吧？你就说妈买东西好不好吃吧。我骨头能给啃了。能啃了吧。嗯，但是别吃那骨头。嗯，还吃肉吧。那你吃吧啊。嗯，一会儿咱们再开个箱，休息会儿，上个视频跳舞了，挺累的。回来坐这儿就自己做西瓜，吃东西，一会儿换衣服啊，别把衣服弄脏了。